七十多岁的甜点师傅，从年轻到老都在半夜做甜点，天一亮就把刚刚做的点心端出去，让顾客吃到最新鲜的产品。老阿公的坚持，儿孙们相当舍不得，也很敬佩。一家人陆续放下工作，陪着老人家在深夜时分烘烤幸福的味道。日式小点心，手工做的。上午10点，台北永乐市场前，阿贵叫卖着，才一会功夫，客人就被玻璃柜里各式甜点给吸引。它整颗都是红豆，它这个是蛋糕。近10种甜点有红豆、奶油、芋头、绿豆、花生，大部分都有穿上黄色外衣、赤裸身子、戴着帽子的，就叫做白头翁，模样可爱。台湾顾客捧场，外国观光客也很好奇。我那个上面牌子，我是写英文跟日文，对，叫我女儿把它翻译。卖甜点不容易，画家，我有时候用画的。街摊经验10多年，没有应付不了的客人。阿伯的深夜手工甜点，就在阿贵的18般武艺中，一个一个进到客人嘴里。红豆，我喜欢吃红豆。香酥豆 ，buttercream. I like that it's not, it's sweet but not too sweet. 深夜2点半，玻璃柜甜点的幕后作手已经在忙碌了。甜点师傅陈进发，50年如一日，在夜里准备着吃饭的家伙。要煮料就要滚滚啊。所以你也不比落啦，老老出去啊！水平仪不该出现在厨房的工具，被阿发伯拿出来用。原来他做过水泥、油漆、装潢师傅，才会想到把这个运用在制作甜点上。只是为什么要在这么深的夜里开工呢？啊，无法度啊！哎，这行业就是爱安尼，才有配合就对啦。原来从当学徒开始，日本人传授给他的精神就是食材要新鲜，因此他才会夜以继日地工作着，好衔接贩售时间。说着说着，这个时候麦芽糖、白砂糖和水已经在大火催化下渐渐融了。该融麦芽糕就较济，麦芽糖较济，啊糖就较少安尼。哦，啊，干么讲？啊！我无达到我要求的时阵，我还阁想办法。化了的糖浆才好和红豆做结合，但红豆馅要好吃，老塞的 pebble 就是先加入大花豆。因为红豆本身咸嘛，啊，你汤火倒落去哦，伊会带 Q， 啊，红豆有香，啊，但是因为你就是爱汤火倒吼，口感较好。白天已经蒸煮好的红豆一勺一勺下锅，正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事前丈量好的水平，让红豆馅妥妥当当的在锅里躺着。要看到在乎我怕你，那豆不好，他可能直接呛过去。那豆仔在功夫面前告别，都叫我哭嘞。这样你怎么还会愿意继续学？啊！本来就是讲，啊，咱也无一技之长啊，对，因为是，我做囡仔时，阮老母真善嘛，啊，也无人啊读册啊，哦，啊，就是，讲一查甫囡仔嘛，就爱有一个一技之长，啊，就是想安尼，啊，嘛，目屎擦擦的嘛，是个，毕业嘛，是个去。咬紧牙继续苦撑，因为还有弟弟妹妹等着吃饭、付房租。否则一家七口就要露宿街头，于是夏天跑去当水泥工，入冬了，馅料不容易腐败，就当起甜点师。一晃眼，人生过了大半，也早已经习惯像颗陀螺转呀转。这一只爱来呀，顾北江弄好食，而且阿你阿煮起来过安尼有啊，今年安尼有啊，一粒安尼，要食起来口感才较好。啊！你啊煮起来烂糊糊，炖啊食豆汁就无好食。开始第一个开始创业哦，有许多人了。
熬煮红豆需要耐性和手劲，不停搅动又不能过于用力，否则红豆破相了就会影响口感。一个多钟头过去，红豆馅收汁，老人家想要有人接棒了。啊，不要动，家都唔得啦！好热水啊，好热水啊！都已经快天亮了，儿子才来。我也想要睡觉。从出生开始就看着老爸在深夜工作，就因为太苦了，所以陈瑞峰和其他兄妹都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从没想过要接手。经常看我妈或我爸丢一丢，哎，我妈都在哭，那我们都会感觉得到那种感受。一开始做人家不知道这个产品的时候，人家会觉得说啊，这个东西就是很普遍。他劝过老爸，年纪大干脆别做了，可是做惯了变成一种生活寄托，熬不过老人家，他和姐姐还有第三代开始排班帮忙。他有他的坚持，他作品的坚持，他五十年来的自己的工作，他们是无法轻易的说服他，打动他。你有劝过阿公吗？有，但是不成功。一如往常，基隆又是个细雨绵绵的天气，面糊安静地躺在铁板上，放上一球一球的馅料，担心它不够温暖，得要出动电暖气。就讲你若风头啊，是较冷啊，那就是爱靠电热行顶管好搭，这手工太现做吼，较新鲜啦。因为咱这种无掺防腐剂哦，所以讲真正你就是来时啊靠大做，哦啊可以保存两天而已啦。哦，你阿公对生地工哦，你就成功。阿发伯为了要让东西好吃，五十年来不断改变配方。以前日本人教做的很甜，但现代人不能接受，于是他减了几乎一半的糖量。担心面糊吃了会腻，于是研发加进优酪乳。红豆丸子的白头翁，头顶的白帽子，过去是糖粉。改成蛋白加玉米粉后，变得更加爽口。造型无同款来讲哦，啊就是无同款。别人咧做是拢吼煮较水啦，较无像我安煮爱 Q Q 加加安尼啊。哦，啊所以因咧做拢是较简单，但是我较坚持啊，我较坚持讲这品质爱做好。所以讲，那买着我物件吼，大部分拢会搁再回头倒倒来拿买安尼。对，我做生意。加高十一只。好，阿姐大家。就怕客人吃了拉肚子，所以他坚持不卖隔夜货。清早做好了上百个甜点，他的重要推手也现身了。靠他吃饭，靠他吃十几年的饭盒。他们以前也是有一段的观光时间嘛，卖到都在卖柜子，都空了嘛，被抢空了。好了，你也可能是点。奶油提起顶头，我要爱奶油噶。店租成本高，因此推了就走的玻璃柜摊车成了行动甜点屋。我也卖不完怎么办？卖不完当然是要算他赔的。我们是做苦工的，我们赚工钱的啦。阿发伯总是笑呵呵，身旁的人也都感染到这份喜乐。玻璃柜里的甜点忠实传递着五十年不变的职人精神，但要吃得快，一旦春暖花开，天气热了，阿发伯又要转做水泥油漆工了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